政府网球落球器再次升级，由原先无电摆式落球升级为有电无电两用。有电模式下可进行蓝牙手机连接控制，多个落球器可组网编程式落球进行战术组合训练。升级版落球器保留原先无电落球模式，新增节奏提示音功能，可对落球间隔时间进行0到10分钟随意设置。训练参数可快速通过分享导入，无论初级高级的训练都可进行。以下是操作介绍，轻松一扣实现落球头的固定，进而实现有电模式的结构。插上迷你充电宝，设备开始蓝光慢闪，就可以拿手机操作了。打开微信搜索，搜索小程序政府运动，点击进入控制界面，点击左上角球场标记，进行设备连接，新建练习方案，新建练习方案，进行简单的参数配置即可进行控制。步骤流程是，仅设置节点行为与间隔时间，即可创造出所有实战模拟情况，如同咏春的木人桩、少林的铜人阵，让你的球场实力再次提升。